我们来看这个华容组的运动，我们看例题，就说这个 A 的质量比小 m 呢，要大，所以它会怎样？它会这样呢，掉下来，它掉下来，它升上去，啊，它们哦达到同一高度的时候，这个距离的话呢，高度呢是 h， 哦，这高度是 h。那达到同一高度的时候，说它要下降二分之 h， 它要上升二分之 h。那这华容组的话呢，这可以怎么算它的那个加速度？这个张力的话都是 t 嘛。好，你要算快一点的话哈，这可以把它摊开来。摊开来的话哈，这是 a 呀。好，啊重力嘛，重力往这边拉，就是大 m 的。它中间有什么呢？有那绳子嘛，把绳子的话哈，对它是往这边拉嘛，它绳子拉它是往这边的，哦，你这个我可以把它看成内力，啊，这就是小 m 级，哦，这是 b， 好，啊，因为这大 m 比小 m 大嘛，所以它往这边加速，它加速度的话呢，就马上就算出来。加速度等于多少呢 ？F， 好，哦，这个减这个，大 M 呢减掉小 m 哈 ，z， 它除以多少？除以整个质量，大 M 加小 m 呢，它就这样子 ，F 除以 m 就是 a， 它，啊，加速度算出来以后的话哈，它下降二分之 h， 它上升二分之 h， 也就是说它往这边移动多少？往这边移动二分之 h， 所以这样就可以算出呢时间了，好，就是移动 h 距离，这等二分之一哈 ，a t 平方的，那 t 就算出来，哦，它是移动二分之 h 的，好，那所有都知道呢 t 哈，实际上就是等于跟它多少，这二可以消掉 ，h 除以 a，h 除以 a。A 除以 A 就除以这个，要把它倒过来，倒过来变成乘以多少呢？小 m 减大 m 减小 m 哈 ，Ig 二分之大 m 呢加上小 m， 好，这样就算出来了。好，那现在问题是说，当大 m 着底以后啊，当它着底以后的话，就我把它画在这里。当它着底以后的话，它就上升了多少呢 ？h 距离。好，它上升到这里的时候，它有那个末数了，叫做 v 一哈。啊，它从这里到这里是等加速运动，所以我现在先把 v 一算出来，就是末数的平方哈，减掉初数，一开始速度是零的，哦，等于二 s，a 的话是 h 嘛。2as，a，哦 a 加速度呢是这个，加速度这个 ，2as，a 的话是大 m 加小 m 哈，大 m 减小 m 哈 ，s 就是 h 了，好，啊，这里的话那个这里的那个速度算出来，好，啊，等到什么呢？等到它跑到这里的时候的话，它继续往上升的话，因为它已经着地了，所以这绳子就松掉了，所以它上去以后就只受到什么，绳子就没有力了，只受到重力，所以当它往上升的时候，本来加速度是 a 的，啊，往上升的时候，现在的加速度变成什么？变成是 g， 啊，往下，所以现在变成什么？啊，它说能够再爬升多少？哦，它又受到重力的拉扯，所以它的速度慢，到最后是静止，在最高点的时候静止。好，啊，最高点的时候它的速度是零，哦，速度等于零。啊，我一样用等加速运动公式，末数的平方减初数的平方，末数的平方呢，好，减掉初数的平方，等于二 s 啊，二 a，a 现在是9.8往下 ，a 主要是负极。啊，
这个高度我们叫做 H prime 好了 ，H prime。好，那我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除下来，这除下来是负一啊，那负号我们就负得正，除下来，啊、或者是除上去啊，除上去就是，或者是说这一项跟这一项要差个负号，这一项跟这一项要差个负号，那所以我就知道什么，这二积可以消掉。啊，这负得正，我再把它写正好了。这二积在这二积嘛，所以这样 H prime 等于多少？好的，二二消掉 ，Z 消掉，所以 H prime 等于是这个乘它大 M 加小 m， 大 M 减小 m，H， 哦，它能够再爬升了这么多高。